啊，一滴的时阵，你的表情就会较自然，安尼。哦，所以讲这当然啦，这其实你若伫个初迄啰初赛的时阵，这方面袂要求经验。啊，毋过伫个复赛这我就会甲你当做迄啰比赛迄啰分数之一哦。啊，即摆恁这13位比赛人。有一部足好诶现象，我逐年拢都爱念诶，着戒音、戒音、戒音，音爱发落清楚。啊，即13位大部分拢 OK， 已经无即个问题。啥物叫做戒音？言分毋好去言分，演讲爱发落准，无演讲。你有些有搁敢若无诶时阵，啊，甲另外一个同学比啊，人另外一个同学来要求讲演讲，啊，甲你演讲，啊，若较。完全无就变演讲，还就差真侪啊！哦，所以虽然你来讲有这三个区别，如果你讲演讲的啦，我会甲加分。OK， 哦，这个戒音是台语上水的所在，一定要甲发落完整。国语嘛是有戒音吗？有没有国语的伊啊？谢谢，我去讲谢谢，好难听。谢谢哦，免来听的啦。谢谢哦。丢关节，啊！不过咱日常拢讲丢关节，对无？所以这个不扣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哪会当讲丢关节，那就真标准。啊，不过大家拢噪音嘛，习惯拢讲丢关节，老师嘛教你来讲丢关节，你讲丢关节，其实是丢关节。哦，这差一丝仔音，啊，这这部分不要紧，无影响你的分数。哦。老卡，老卡，两个音差的都有。老卡，老卡，还是一样。哦，你听出这声调，应该会比较同款。啊，搁吼，各位老师，你的各第一音，因为你上台来啦。各位评审，各位哦，迄啰朋友，你的各第一音，你若出来上台，你就各入声音。花在葡萄枝，因你若发了真标准的时阵，马上就有好感。啊，你若各位、各位，啊甲各位，差伫倒位？哦，入声字，这就是咱哦声韵学讲，领导所讲，有声音要掌握好，哦爱把握准哦。啊，过来就纳凉，纳凉是台语啊，国语你想看嘛？对无，出力，你如讲出力无，所以讲纳凉，即句话也真麻烦啦。要扣分啦，毋是，毋扣分啦，是。大家拢讲纳凉啊，迄日就明明就出力袂力啊，啊，大家就一字读国语，一字读台语，啊，两个斗起来一句话念咧。所以这台语吼，即嘛真麻烦，就是只，对无？纳，对无？你出力安怎讲？啊，拉吧，啊，拉那会变那，那是国语啊，对无？伊就一字用国语，一字用台语，安尼了解哦。这小所在有些大家讲习惯啊，袂去甲纠正。啊，这就是偏偏阮这做老师的人拢足够怪，专门咧抓这毛病的哦。亲切，毋是亲切。那亲切，那亲切，差伫倒位？恁听得出来？就是入声字哦。啊，说颠浪，颠浪，你一边啊下表，无安的时阵，就一些音会松松的，会安尼松松。颠浪，你的 N 爱小哦，因为国语人、国语人无这里 M 的音，知无？无收这个 N。哦，啊，有一位同学欢喜，伊读欢喜，这就是声调乱字安尼尔，其他拢足好个，所以呢，有第一名恭喜你，那万一若无第一名，走落来第二名，你才输人0.5分尔，啊，唔好大个大，万叹哦，啊，
恭喜各位安尼有遮精彩的演讲，真多谢各位，多谢。感谢咱王明辉王老师，即我啊我即我信息大家拢给你。你讲啊，我啥物听拢。做做摆平啊，我是真好吼。虽然都拢讲台语大汉的吼，但是唔捌安尼教，听较清楚。出咱那个用钱，我老表也唔捌教教多钱的，对吼，真不简单。你看我今仔采访是到位啊，是不是嘞？所以我听老表讲，哇，王老师个人真厉害，台湾省台北市乡。啥个？家风流火落寒寒西瓜，这个也袂会个。好，诶，老师啊，吼，所以哦，这是真感谢。有人迄个够敢，啊，够嘞，诶，够嘞，有啊，无呀，安尼吼，啊无安尼吼，咱就各家吃吼，啊，等下大家等于。